下面有各位朋友继续更新八极拳、形意拳，从接上个视频开始。下一个动作大禅，我之前讲过，就不过多的讲解了。大禅，弓步成拳，然后他下个动作做的时候啊，回身一、二、三，然后手指。捋手，歇步，捋手坐过来的时候，两个手呢是这样的，一、二、三，好。感谢各位朋友，喜欢朋友双击关注，谢谢。全启动了你的脚法，让它牵引你的梦。不知不觉，这城市的理想处是作家号，投入命运万劫火，怕得失怎么去量？骑马荡江湖，成为往事再紧张。谁是最